有一些认为作用小，有一些认为作用大，没了，对不对？无法确定到底大小啊。C，它详细说明了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发放更多银行许可证的原因，在哪里呢？在这里啊，在第18到20行，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发放更多的银行许可证，信贷的供给增加了，信贷的供给增加了啊，它只陈述事实，没有原因，明白吧？对不对？没表明原因，所以呢，C 啊，后面事实是对的。但是原因是没提到啊，无中生有啊。好，所以错误选项我们加一级半啊，都一样的啊。为什么放在一起？因为加一级半它的逻辑是一样，逻辑的本质是一样的啊。好，但是级别的有一些短文章会比加一文章会长一点点，然后文章类型级别的偏商科一点点，加一呢可能偏各个学科。